这个题目有比较难一点。我们这里是要利用到两个方法。这一题哦，我觉得接近于大概是高中的乘法因式，接近于高中的一元二次方程式。我们来先设一下，我们这里是有特别的技巧，我们设这个 a 减1998等于 t， 那么原式呢就会是前面这个地方会是t 加一，后面这里啊会是 t 减一。你看啊，如果说 t 加一 ，a 减1998加一会等于 a 减掉1997 ，a 减1998再减一会等于 a 减掉1999。同学有没有看到这里就是一个平方差的公式？所以我们知道 t 的平方会等于16，会等于 t 呢会等于正负4。t 等于正负4的意思是说a 减1998它可以等于4， a 减1998它等于负4。题目并没有要求 A 的范围， A 等于1998加4，这里是 A 等于1998减4， A 等于2进1，0进1，2002， A 等于1994。好，这里我们就得到了Answer 呢 ？A 呢会等于2002或者是1994。